Hola.这肯定也有一点，有点疼啊！不疼，怎么会疼呢？怎么可能会疼？下面有一点呢，都自己剪的，这里应该扎红了。谁给你剪？你爸给你剪的，是不是？我没跟他剪。用什么给你剪？指甲剪还是什么？就那个尖嘴的那个剪刀。你这用那个剪不好的，你看这里面也有，这脚一个月来修一次，嗯，不要等时间长。这年年的话，反了一点来了。你这脚为什么好修一点？好了。一个多月了哈。对，他我瞅了，他就快反了一点，好点了的嘛。有一个多月了，这么长。就你准备第二天就关门了。两个月吧。就回家了。那就几号？七号。那应该是吧。初七。就你说第二天关门了，第二天就回家了。嗯，有一个多月了。一个月了，嗯。对。这脚也退过了吗？这指甲自己剪过的，嗯，要不然这么长时间不可能长一点，长长了来修嘛，不要剪了，修好了不剪了。这边疼吗？就这边疼啊。